让教廷驻华代办陶怀德和来自美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八个国家的天主教和耶稣教会的人士们到达金门机场的时候，曾经受到了金门政委会秘书长的热烈欢迎。然后陶怀德代办等一行首先在曙光楼听取了金门简介，实地参观金门圣经文教和军事各项建设的进步情况，并且分别参观金门地区的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各项教会的设施。